人家没有，他们好多人，你看台上啊，这都是表演啊，嗯，都是假的。是，我跟你怎么怎么好，怎么怎么亲，都是说的。咱们呢？咱们是真的。哦。我们俩都吃蒜了，今天不行不行，他最近得痔疮了。去你的！那也是你亲的，知道吗？爷们儿真下本啊，这个不是你这打厕所拱出来的是怎么着？去呀、啊、您这整个一个就差不多，就你得像个人吧，最起码。哦哦哦，好，对吧？哎呦我才知道严鹤祥在台上这状态，好家伙，哎呦，感情你们这么激烈呢。哎呀，我比你爸对你还好，你亲啊，怎么办？那哥俩好啊，嗯，躺在那个病床上，嗯，我这跟那儿躺着啊，我哥哥忙前跑后，截肢，我不，那我自己还得签字呢，你知道吗？不截，不截，不截肢、啊，我发烧，我截哪儿？我发烧、嗯，他这忙前跑后来回走，嗯，我看着他，我心里感动啊，那是，眼泪都快下来了，你看看，想起一句老话，怎么说的？百日床前无孝子。相声基本功这类我没问题，都没问题，可以展示一下。那我问问您吧，啊，像这个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水里浮的、草坑里蹦的，您都能学，啊、都下过功。那我问您啊，嗯，天上飞的您展示展示。没问题，你说吧。雾霾，来，很期待，很期待。哪有学雾霾的呀？那换一个吧，啊，地上跑的这行，城管，你看这个，啊，游的行，地沟油，啊。游的吗？你怎么找的呀？这都是，我会学也没有说是在水上漂着学地沟油的呀你。你要有病，我是不是也得帮着你看你去？那肯定的呀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哥有病了，嗯，去医院。是，人大夫一看这情况，哟，把他扒拉开，把我叫走了。怎么呢？这你别跟他说啊。啊，就严鹤祥这个病啊，我们这小医院治不了，您啊另请高明。什么疑难杂症？听完这话，我眼泪当时就下来了。哎呀，我哥哥的病，他医院他治不了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啊，不敢告诉我哥，那是假装告诉他，没事没事，回去慢慢养养就好。哦，自己一个人满大街找医院。哎呦，怎么办呀？嗯，谁能救我哥哥呀？是啊，走着走着一抬头啊，曙光男科，严鹤祥有救了。没听说过。抖音。